现在是早上的8:30，今天是星期六，水天一色，我演的那个是孙悟空的后代的第二天拍摄，然后今天是星期天嘛，路上不塞，所以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。昨天拍的怎么说呢，等的时间挺长，然后主要是他们的打戏啊，因为牛魔王只有昨天一天，然后今天没有他，然后下个礼拜才有他，我呢只有昨天和今天啊，那就是主要是他们的戏，我就一个出场，然后另外一个最后被干掉，就这样的一点点戏吧。昨天，然后今天的话是开场的戏，然后和结尾。开场的话是我跟孩子，我跟两个孩子的一场戏，然后后来直到那个牛魔王出现，然后最后一场戏就是我要离去的时候跟孩子的一个告别，应该就是这样今天。然后明天就要开始另外一个戏的第一天，幸好是比较晚，1点钟的考探，那就不用起得太早，然后刚好明天上午我可以做我的那个 audition， 那待会在路上我也会也还要继续练一下我那个 audition。昨天也算是我第一次的 action film 嘛，有一点动作嘛，哦，这样非常简单，不知道到时候看起来怎么样，我没有在这个 monitor 后面去看。到了9:03，这是我们上次之前周林也在这里拍过的，这是后门。你看，这么多好玩的东西，各种。哇，你看，啊，这些气罐被打了吧，枪打的吧，哇，好漂亮。天气真不错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卸妆了，Yeah, go away. Removing. No more monkey. No more monkey. No more monkey. Like a 牛魔王 now. 最后一场戏要画的比较苍白，比较无力。三位化妆师在帮我在弄。就是等会打，就可能拍一场之后你就随便搞一下，反正他只要是乱就行。对，待会儿也可以弄。因为等会儿我可能他需要的话就走，所以就你随便弄一下。待会儿现场的看要。Do not step on the trousers.
拍完喽。Goodbye.